看我床上睡的狗，这只是小黑，大黑托尼，白雪，里面是豆豆，豆豆现在吃胖了，救回来一个星期吃胖了好多。这只是咱们的三条腿的泰迪，三三。地下的就是横着睡觉的沙拉、康源、小黑，一毛、两毛、三毛、四毛、五毛，这三个大家我不用说也认识。宝贝的孩子垫子有点脏，这几天生病了，所以一会儿我跟他们都换成干净的垫子，大家不要嫌弃哦，不要看垫子，垫子可以忽略，一会儿我就给他们换新垫子。宝贝的孩子，这个是小雨，这个是来财大财主，木木，哎呦呦，我充电器吸了，好了，这是我屋子里面所有的狗，给大家看一下。